明白。我们不要太给自己太多的这个宽容。真情六十秒。其实我一直都挺爱你的，我还是想留住你，我会为了你去改变，我也会去好好的找一份工作，然后踏踏实实的干下去，然后希望你可以不分手吗？这样的话我听太多了，我觉得你挺让我心寒。我觉得之前你对我那些小细节的一些关心，我出去工作你也挺温暖的，对我但是你不是我以后要走在一起的人。 但是我真的会为了你去改变，真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太空了，这样的话太空了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。谢谢老妹啊。